大家好，我是庞超，我是黄宁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用经济学。大家好，今天呢两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擂台搏击中的一些小经验。当我们双方离得较远对峙的时候，对方一般垫步上拳，那么好多朋友都习惯用侧踹去堵击对方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但是呢，有很多时候，那么由于你的蹬的腿距离太长，对方一旦拨开会很危险，棒，直接一拳就打中你了，会把你打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擂台搏击中更多的是去截击对方的大腿，因为对方的大腿比对方的胸口离我更近。如果我们截击对方大腿的话，我们这个距离是很合适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做一遍演示。当对方打直拳，砰，我们很容易就把对方截出去，对方再打，砰，截出跟拳跟腿，就很容易重创对手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大家一定在以后的实战过程中要加上啊，不要以为只能侧踹只能踹胸，不是的。准备姿势站好了，那么我们踹腿的话，那么距离更合适一些啊，稍微的一放劲儿，砰，对方就很容易堵截出去啊，可以跟一些组合。